大家好，我是芊芊。今年我们这边干旱，这一片红薯，今天来看一下有没有结红薯。这种呢是不是实叶的哈？实叶的它不会结红薯，像这种呢可以食红薯叶，也底下也是有结红薯的。我来看一下，这个好像还挺大的，我也担心它吧。哇，这个好大，看这里还有一个，看能拔起来吗？最近我们这边下了雨，比较疏松。这是个红皮的，好像一颗就只结一个，今年太干旱了。我们这边是个圆不溜秋的，我来挖一下，没想到，我还以为没有红薯呢。一颗就一个，看这个个头也还可以。然后这一颗，这颗好像也挺大的。这还挺深的呢，哎呀，被我挖破了，太可惜了。哎呀，看这个，这两个差不多一样大，暂时就挖这两个。哦，这还是个紫薯，哇，这个紫薯好大耶，紫薯在这个里面算是好大的。